157号的吗？你要折耳根吗？可以啊。一个。嗯，咖啡。要两个。给他拿来的。一个要拿的。杭州款12元。多少钱？9块。分行一支付杭州款9元。
都是那个那种线材的，你看要求不一样。哦，嗯。打下去了吧？我跟你说，那个人视力真的好的，视力，手机能耍得很多的，他视力真的好的。要求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班上就都有。他应该是初中。我们班上是一栋。上海建筑就是拿来跟同路的。我找四个凉面，凉面几个？来，四个凉面。打包还是打包？哎呀，两个人一人拿六百不来。两个人要吧，哎呀。¡Gracias!
过来，给我们耍吧。Thank you.
小心牛。哎呀！坐这儿啊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你坐这儿啊。
就是，干了活了，就是。要少一点辣椒哈。嗯，对。我说他爸不是行吗？他爸的是混的嘛。嗯，他爸是女的。他爸是单车。我说又不是没得车上回去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老板，七十八。你不给俺七十块呀？被卖出来了。生气的走这边走了，没生气的走那边走。谁生气啊？何荣跟胡玉洁走这边。为啥？剩下的人走那边。没事啊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吵架了，干为什么？两人一起走的吗？嗯。还以为老虎。对啊。你要折耳根吗？可以啊。下边试一下吧。喂。
两家店在一起啊，我们在买啥？好，马上就过来了，拜拜了。酸甜啊！酸菜不要啊！
多票那个抹茶味、黄豆味、紫薯味，你要吃点什么味道？反正我要不买两，哎，人呢？我要不要买两个？我想吃。我那我还要一个，青椒加土豆。一个青椒大的菜，一个青椒土豆菜。他跟我说我已经借了一笔钱，一样的钱了，问我还要不要再给你。他还聪明，他挺聪明的，比我有点酷。能帮我拿一下这个吗？叔，哎，老板好。你还是百吃不胖的。哎呦天哪，叔爷你都认不到我了哦。我还是原来的味道噶。哪个啥子啊？住消防。哦。我就是说这个。两个嘛，哥。半个小时了哥，哎，哦，两个，你也太久了，两个。过来了，快让他过来了。好了，
好家常，你又回来了。
那意思。我说你们没干这个。要不说了吗？要不说了吗？哎呦，差点把人给摔了。中的嘛，那就大的嘛，来大的嘛，啊，好，二十块钱的嘛。哎，麻烦先扶一下看哈。有点远不远嘛？对了哈。哎，好。一个。你好，你们是多少的？四个。哦，好，小米辣加不加？来，一人加我。那边没被那个拦截，他不是跟你靠近的。